哎呀，你给这红大倒了菜哦，这红多圆白，要准备得勤劳了。哎呀，应该认路接呀，这红了多圆白，如果的木米家多圆白，要带点乌带点咯，个木不老的人娘还吃，如果奥山圆嘛，木米家也多错。我的多圆了蛮好，得了一山眼光。哎，叫孟米家，你说今天老同学在听到吗？用啥眼光？天猫多天好啥眼光？要啥眼光？要去多少？那行，那行，等到要同学别闹事哈，多同学有的人闹嘛，就啥聊天哦。那别讲讲碰嘛，你多傻呀！这么多呢，你今天要不多多，你好点，你今天嘛都要你多旅游的些咯。路大顾走，我走到了，你顾走的啊？那嘛不好走，我按着。我要这边了嘛，出错肉嘛，别蹲脚，别叫嘛你只好大呢。你好大嘛，就用多一点，别好大蹲脚的点。好那么你好你怎么吃钱呢老爷哥的那这都知道东西好热闹的老爹前来请你来多次收你了老爷蒙古老爹老爷哥老爷哈下了过下早天呢很多多里闹了呢老爷哥的呢